时候还有一丁点力气可以掐自己，后面掐不动了，没力了，手脚已经没有知觉了，我就用牙齿咬，咬舌头，咬嘴唇，然后把手本来就在地上，然后低头去使劲的撞手，让自己保持一定的清醒。我就想，一定要见到我的家人。风很大，我感觉可能都有七八级，基本上呢就是说你站人是站都站不住，因为我有登山杖嘛，就是拉着两个登山杖住在那边才站得住。前面自己觉得自己状态很好，就还一直走。如果是自己有感觉的话，肯定那个时候就会下撤了。开始出现失温我是不知道的，开始出现失温应该是视线可能模糊，那个时候就开始出现了。到了后面意识模糊的时候，那个肯定就中度了。作为赛事主办方，我们深感内疚和自责，并对遇难人员表示沉痛哀悼，对遇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员表示深切的慰问。